中国的女子九球水平是最高的，你平时在国内打比赛遇到的都是最顶尖的选手，所以这里的本土选手并不可怕，要研究对手的是他们。我知道，但是第一年嘛，我就想求稳，最好呢每个选手都有十足的把握。对了，有一个老选手叫刘熙冉，你知道吗？听说以前是你们东兴城的。我认识他。他今年回来。那你可要小心了，姜还是老的辣。你女朋友可是很厉害的，好吗？知道，我看过你的全部比赛视频。你先练着，我出去一趟，一会儿来接你。带你去吃好吃的呀。你吃什么？不用，随便买点东西吃就行。你不饿吗？也不是。那怎么了？哎，我不是想跟你省点钱吗？你是老板，压力大。训练结束了，我发现昨天和今天上午看完你演练特别有用。我现在在看这些本地选手的比赛资料，好像更懂他们的思路了。有用就好。林同学，你怎么在微信里和面对面差别这么大呀？有吗？当然有，如果我把微信聊天记录给外人看，肯定认为是我追你。是吗？你在忙，打字这么少。我在求事，救我自己。我也在房间呢，也救我自己。视频。好。哎，能看到我吗？喂，听得见吗？